次你讲你的名字讲十遍哦，我在台上就夏雨桐，夏雨桐，夏雨桐，讲十遍，对，讲十遍，他整个已经嗨了。然后我每喊一次，台下因为也都喝到整个气氛很炸，他们也喊我的名字。然后后来老板就包了30,000块红包给我，但我觉得很难得可以碰到大方的老板。对，像我自己是有一次是去表演，但是我没有唱完，但我拿了很大笔的红包。对，是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，他那个尾牙的活动的主持人是他们自己公司里面的员工，可是那个员工他已经喝醉了，然后他在介绍我上台，他就说让我们来欢迎中炮赛夏雨桐，然后我傻，把你当成夏雨桐，对，我傻眼，然后我就说很尴尬，对，我立马拿着麦克风说没有，我是唱爱你爱到死的夏雨桐哦，然后我就开始唱歌，然后我唱完第一首，因为照那个环节，那个主持人要上来，然后要抽奖嘛，主持人没有上来，主持人在下面已经不知道跟哪一桌，就是已经喝得很开，然后一直在跟老板还是什么，就是一直在讲说要加码什么什么的，所以我就开始 Q 抽奖，然后人家还递小纸条说那个总经理的名字是什么，莫名其妙变主持人。对，然后我还 Q 总经理上来，然后他们拍照，然后我再 Q 自己唱第二首歌，然后我有串自己串这样子，然后我那时候是有三首歌嘛，然后所以我后来唱完第二首的时候，那个主持人就上来，哎，他就哭了，他就说因为他喝醉了，他就说我怎么犯这种低级的错误，我不能原谅我自己，老板。是不是该给彤彤红包？叫什么？你再讲一次，你讲你的名字讲十遍哦！我在台上就夏雨桐，夏雨桐，夏雨桐，讲十遍，对，讲十遍，他整个已经嗨了。然后我每喊一次，台下因为也都喝到整个气氛很炸，他们也喊我的名字。然后后来老板就包了30,000块红包给我，然后第三首歌我没有唱，他就说哎谢谢，然后就把我请下去。